他的阿伯是敬畏的，因为他已经把他的恩典给我们赐福了。恩典就是恩典，接吻的接纳，爱的拉扯，我想象他是什么样子，爱的拉扯，我想象他的过去是什么，我想象我当年来进我家时，我就想象。轮廓是什么样子？就要变成天使。所以这一次就给你分析，你就马上靠这个词 ，I fancy， 就是天使，有点大话的就创建，有的时候忍不住冒险 ，I risk， 就是没想到大话的就是没有抗拒 ，I enjoy。我好喜欢开心的以上不是说你就意味着这里 I finish finish 的结束这个结束的原方动力词我过去是吧 I finish 加里面是这里我结束加里面的故事后面原方动力词加里面是这里以上不是说这个进动机